们的金星老师为我们一起来盘点2015的电视剧，来带来金星撞巨星，欢迎。欢迎来到2015国剧盛典，金星撞巨星的剧场。大家知道了，我是今晚的主持人之一，金星。大过年的多喜庆啊！有人问了，有人问说的，哎呦，金老师，为啥电视剧的事你也跟着掺和呢？我要跟大家郑重的解释一下，上个月我排了我人生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我记得那个导演找我说的时候啊，导演跟我特别真诚地跟我说，金老师，我觉得这个角色特别适合您，您的气质、您的容貌、您的一颦一笑，哎呀，太适合这个角色了。我特兴奋，我说的导演，我演什么？女土匪。当时我气得，我说的对不起，我不会演。导演特别淡定地跟我说，金老师，您不用演，本色出演。有人问我，舞蹈演员为什么拍电视剧呀？台下我能数了好几个舞蹈演员出身的。咱爹妈给咱生那么漂亮容易吗？就是干嘛遮一半啊，对吧？啊，不演，听姐的。金荣，你能想象到那个金锁都能演，都当皇帝了，对吧？你看赵薇去卖红酒去了，跟马云混到一块儿去了。你呢，做演员又做制作人了，好多事情我们无法想象的，对吧？咱们不能只当影视剧制作人，咱们找空啊也得制作个人出来呀、啊，对吧？啊，婷姐呢？啊，你看吧，你抓紧时间嘛是特别有效果的，不像我们家那个林永健，哎呦，他再抓紧时间吧都没用的，为什么呢？再抓紧感觉永远是老来得子的感觉，对吧？完了以后嘛，即使谈了个早恋吧，怎么看怎么看像黄昏恋。胡哥，今年你老厉害了，胡哥，对吧？荧屏都快成胡歌年了，是吧？你知道吗？2015年，金姐在电视上看到最多的是我自己。2015国际的崛起带来了不少话题，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接下来各位观众，让我们进入正式的揭榜流程，谢谢各位。今年不是特别流行，应该是去年去特别流行玩那个小咖秀啊，啊对，秒拍，很多人不是学你吗？对对 对那是小咖秀还有秒拍 APP 合伙人，给他一个镜头，等一下啊。还要特别感谢首席合作门户网站新浪网大力支持，还要感谢首席互动合作 APP 小咖秀对本次节目的支持，另外还要感谢网易新闻客户端、搜狐新闻客户端、今日头条、扎克、网易时尚、搜狐视频、新华网还有央视网。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最受欢迎的演艺偶像男女演员。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是张小龙、王丽云，有请。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各位万福金安，我是张小龙。我要颁的是最受欢迎演艺偶像的荣誉，这个奖能颁给谁呢？咱们请看大屏幕。2015国剧盛典最受欢迎演艺偶像杜淳。2015国剧盛典最受欢迎演艺偶像马苏。红色偶像杜淳完美驾驭反转角色，用扎实的演技斩获万千瞩目。活力女王马苏实力诠释个性人物，用人格魅力俘获大众喜爱。他们用精湛的演技、丰富的人格登顶人气巅峰。恭喜杜淳、马苏斩获最受欢迎演艺偶像演员。我们俩刚才在台下问了一下彼此是哪年出道的，然后看了一下大屏幕，杜淳出道十年了，我也出道十年了，十年过去了，我们还是偶像，你说我们该说什么呢？感谢所有
支持我们，给我们这个舞台的朋友们。我们喜欢表演，表演就是我们的一生伴侣，所以我不说永远，我只说珍惜。2016年到了，只能更好，必须更好，加油吧。在学校里，马苏是我的师妹，我比她可能出道的会更早一些，所以特别感谢所有一直以来支持过我的人啊，在这里也感谢安徽卫视，谢谢你们对我的肯定，谢谢。我觉得今天两位同时获奖应该非常感慨，又认识了这么多年，彼此对对方可以说一句话了。对对对，来，你先对马苏说一句话吧，对女生。这么大岁数了，别挑了，差不多得了。好好，实在，这话实在。来，马苏回一句，这么大岁数你也别挑了，赶快娶了得了。哎，你们俩凑合过吧。不要，这红娘都来了，凑合什么呀？我们俩真过不了。我们俩不试试呢？别试了吧。我去，他小的时候拍广告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熟人不好下手是吗？太熟了会笑场的。真的会笑场的，真的不行是吗？真是有实力，两个人站在一起是个实力的说明。对，祝贺两位获得紫苏荣，谢谢谢谢谢谢。来，请入席。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颁发的是2015国剧盛典的年度媒体特别推荐演员，有请两位。好，那么获得年度媒体特别推荐演员的是2015国剧盛典年度媒体特别推荐演员袁弘。恭喜袁弘，有请袁弘。勇敢撕去偶像标签，变身平时奋进的农家少年，平凡的世界向我们展示了他不平凡的全新自我，正是他对电视剧的诚意和敬意，让他收获了观众的无限喜爱和业界的一致好评。恭喜袁弘荣获年度媒体特别推荐演员。我很幸运，我碰到了《平凡的世界》，我碰到了孙少平那个角色。在此想感谢这部伟大的小说的作者陆遥先生，还有我们剧组上上下下所有的工作人员，以及所有喜欢这部小说、爱这部小说的读者朋友和所有粉丝朋友们，谢谢，谢谢大家。别着急，别着急，为了《平凡的世界》这部戏，减肥了20多斤是吧？因为戏里面的少平是每天要承受巨大的体力劳动的这个量的，那我后来发现，其实有时候演员可能演角色没有捷径可以走，你就是要跟他一样，他多累你多累就好了。女朋友在哪儿呢？我一看一看，挥挥手，挥挥手。我跟你讲，刚刚张歆艺看那个袁弘的那个眼神，柔情似水啊。是是是是。我真想这么远你都感觉到了？当然，完全感受到，全场人都感受，大屏幕直接切他在那上面，我都看见了。对了，祝贺袁弘真的获得这个奖，太棒了，太棒了，谢谢。再次恭喜袁弘，恭喜，谢谢我们的两位颁奖嘉宾小龙和丽颖老师，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继续要颁奖，下面要颁发的是年度最具媒体号召力的荣誉。首先要请出的是来揭晓这个荣誉的嘉宾，有请江湖坡马苏，假大美女哦。那大家晚上好，我是马苏。大家晚上好，我是江湖坡。威后吉祥。魏夫人吉祥。今天见着威后心里有点紧张啊。那个放心吧，舒儿跟月儿在秦国都好，我照顾得也很周到。就是这两位公主啊，实在是太聪明了，刚进宫没几天就把我弄到冷宫去了。今天看到您呢，我就知道了，有其母必有其女。至于呢，米叔你可得给我照顾好，关于芈月嘛，那就算了。您放心，都可好了呢，汤里都下毒了。都下好了。那我们就闲话少说，颁奖吧。年度最具全媒体号召力荣誉，请看大屏幕。2015国剧盛典。
年度最具全媒体号召力人物唐嫣。来，有请唐嫣。他是镁光灯的宠儿，举手投足楚楚动人。他是电视剧的精灵，形象百变，灵动出神。他更是当之无愧的收视女王，狂掀口碑，网播互动三股高浪。2015年，他以超人气剧集征服全网观众，一跃成为全媒体追逐的热点人物。恭喜，谢谢金姐。还要有请颁出荣誉的嘉宾，有请拉芳嘉化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曹海磊先生上台颁发荣誉。有请曹先生。谢谢金姐，谢谢鲁豫姐，就很感谢大家，我今天可以拿到这个奖，因为有我今天所有得到的成绩，离不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和所有媒体朋友对我的支持和厚爱。那对于我来说，最开心的就是365天有360天都在拍摄片场拍戏。但是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最快乐的事情，尤其是当我的作品可以送给大家的时候。所以谢谢大家给我的荣耀，谢谢安徽卫视，先谢光线传媒，谢谢国剧盛典，我会继续加油的，谢谢支持，谢谢。谢谢，恭喜。我们要继续颁发的荣誉，年度风云人物，要有请侯鸿亮先生来为我们揭晓。大家晚上好，我揭晓的是年度风云人物，请看大屏幕。2015国剧盛典年度风云人物范冰冰。祝贺冰冰，恭喜。有请范冰冰。她以女一号和制作人的双重身份回归小荧幕，打造第一部网络播放量过100亿的电视剧《武媚娘传奇》。他以卓越努力，连续3年蝉联福布斯中国名人榜榜首。他坐镇综艺导师，在言传身教中传播正能量。他以昂扬的人生态度和个人魅力，独占鳌头，成就风云。谢谢，谢谢国剧盛典，真的是很久没拍电视剧，又回来，然后拿到这么多的荣誉，谢谢所有的朋友给我一个这样的一个肯定。有积累就有收获是一定的，对吧？6年没有重回电视圈，回到以后拿一个真心之作。对，而且《武媚娘》这部戏其实我是制作人，那一共拍了8个月，我记得这8个月里面是我所有这么多年以来拍戏最长的一个时间，拍到第3个月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快完了；拍到第5个月的时候，我觉得快完了；拍到第6个月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再不放我就该疯了；拍到第8个月的时候，我希望，哎，还可以再拍得更长一点，因为这个角色对于我那个时候要说再见的时候，真的觉得有点不舍得。然后谢谢为这部戏所有付出的人，心如也是制作人，所以心如在下面猛点头，真的是。对于一个这样的工作，对于女孩来说，真的特别特别特别的不容易。鼓励你，鼓励我，谢谢大家，谢谢。祝贺，谢谢，祝贺冰冰。希望下一部电视剧不要让我们等6年或者7年。马上，谢谢。好，加油，加油，冰冰，谢谢。有请花样爷爷雷克生，甜歌皇后李玲玉。他们即将揭晓的是2015年国际盛典年度特别贡献人物。新年好，雷老。新年好。你好。你好，谢谢。你好。好。雷老师你好。你好。您干嘛来了？你干嘛来，我干嘛来。那行，那我先干嘛吧。女士优先，请。接下来我要揭晓的是年度特别贡献人物荣誉，谁能获得这个荣誉呢？让我们来看看大屏幕。2015国剧盛典年度特别贡献人物赵丽颖。
屏上的刹那惊艳，到角色中的耐人寻味，他承受着时间的磨砺，在一部又一部电视剧中留下只属于他的独特烙印。2015年，赵丽颖再次挑战自我，以入木三分的出色演绎持续点燃收视热度。从古装到现代，各类角色横跨多种题材，成为全民热捧偶像。很感谢安徽卫视国际盛典给予我的这一份殊荣，觉得挺沉甸甸的。今年已经是第三次来到国际盛典了，也很欣慰每一年都有作品得到观众的认可和喜爱。也很感谢花千骨、加油吧实习生，还有蜀山战记的所有的合作伙伴，也很感谢一直在支持我、鼓励我的萤火虫们，你们一直是我前进的动力。我也希望未来可以继续贡献出更多优秀的作品，我会继续努力，谢谢。丽颖看起来外表很柔弱，好像很年轻，但出道起也很早，而且之前也是打拼了很多年，所以是一点一点走过来，女孩很不容易。今天的一切你都是应得的，丽颖。一积累，最后成功，对，绝对的，厚积薄发，成功不是白来的，确实。谢谢，谢谢雷老，谢谢林玉啊，谢谢啊，来，我们会颁奖夺。两位重量级人物给你颁奖，来继续。来，我们继续揭晓下面的国剧盛典年度人物。您来吧。年度人物是谁？请看大屏幕。国剧盛典年度人物李晨。有请李晨。在演艺的道路上，18年来他始终如一，每一个角色的精益求精，每一次公益的身体力行。2015年，他再度送上多部好剧，引爆超高收视，成为影视圈当之无愧的年度人物。恭喜2015国剧盛典年度人物李晨。应该和大家一样，其实前面说的都是感谢，因为我觉得每一个能够站在这个舞台当中拿到这份沉甸甸的荣誉的人，都是付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艰辛。那么我也要感谢我们安徽卫视，感谢国剧盛典，还要感谢光线传媒。其实今年没有怎么拍戏，那么我相信明年可能会让自己拿出一些更多的时间来拍一些影视作品，跟大家多多交流，多多沟通。祝贺之外，那个手指头怎么了，李晨？手断了。是怎么断的呀？是冰冰给掰断的吗？不是冰冰掰断的。我们录制的时候，录节目的时候，对，拍奶爸是不是给自己做个预备功课呀？准备当奶爸吗？拍奶爸，其实我觉得拍孩子的戏，我相信在座的演员朋友应该都知道，每一个人会特别痛苦，因为孩子没有那么容易演戏。是的。对，因为你可能能错了重来，但是孩子呢，就要陪他玩啊，哄他开心啊，他哭了，你要等他不哭的时候才能拍戏，他睡觉了，你要等他睡醒了才能演。所以真的每一次跟孩子演戏，我觉得完完全全是培养一个演员的耐心。那这过程让你觉得当爸有意思呢，还是会觉得太辛苦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感觉很温暖，因为孩子也会给你同样的带来快乐。因为觉得温暖，于是你有没有这种冲动呢？我逃不开这个话题了。当然了，绕啊绕啊，绕来绕去，我是发现绕不开了。好，那我觉得我相信可能在座的每一位准爸爸准妈妈，或者说是希望能够把自己变换一个身份的同行们，都肯定会喜欢孩子，因为孩子是自己生命的延续，孩子也是我们未来的希望。来，祝贺李晨，来，您恭喜恭喜，谢谢大家，谢谢雷老，谢谢雷老，谢谢林玉，谢谢。